70岁香港影坛大哥成龙，由上年开始，唔少人影到佢满头白发嘅样，因而有传佢急速衰老，有网民甚至担心佢嘅身体状况。不过成龙上个月出席活动嗰阵表示：放心放心，我仲好健壮。原来系喺度拍紧新电影《陌生家庭》，成龙喺片入面饰演患有阿兹海默症嘅老人，先至会刻意将头发全数染白，都系为咗角色刻意变潮水。